哎，李大哥，你今天中午讲的说你们这边是开始真正开始重视种这个蜜橘啊哈，我呢哈就是渐进了这个从改革开放的哈这个产业的发展。九一年的冻后呢，我发现那个里边的水库，九一年是这里的，九一年特别冻过一回，冻过一次是冻得好厉害，冻到什么程度的哈？我们南丰县的那个其他地方有些乡间有橘子嘛，全部冻死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就剩下我们村的，刚才我们水库靠左边那个小党，就他们的没动。后来我们发现水库里还有小气候，有那个雾嘛，它保护住了我们这个橘树。我就去那个水库里周边，就我们这里去开垦，就是筚路蓝缕，是从91年开始。91年到了后来有那个机械化的开垦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一下子整个县城那个迅猛发展。我觉得其实您讲的所有这些故事里，最给力的是政策的变化。哎，我觉得李大哥本身啊，他今天一直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这个智慧农业，你看在九一年大冻的那个，他就能够说，哎，那两户人家的那个橘子为什么没有被冻死，就你自己琢磨出来的。我不光是储存，包括管理的哈，我都会去分析，我这个都记录了。现在我可以拿几本让你们看一下。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，好呀。来看看这个，我原来一次我全部有本的那个。哎呦，李哥的字儿写得好漂亮，写得好。你看，2月28日，门口塘埂上的树，树顶树梢落叶严重，简直跟读一文学作品一样。1996年，早上开始下雨，病虫防治，橘树管理，就他所有的东西，他是通过比较，通过实践，通过观察，总结出经验教训。然后形成他的理论。对，您这个也跟您的乡亲们分享吗？这么宝贵的经验。对，分享以后我还会去他地里看，哎，你是什么原因没达到这个效果？你看李大哥哪是一个靠体力吃饭的人？今天我们他是靠脑子，靠的是智慧。所以我呢，现在也老了，因为我今年58。啊？嗯，看不出来。我们农村有个习惯哈，我小孩全部成了家了哈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，那我就一直应该几乎就是过些这带带小孩的日子。但是显然您没有闲下来，对这个产业，包括对我们整个村里有一种那个情怀，所以我也希望我小孩，我叫他目前一个你还是要多学这个技术了。我也买了好多书，我都是叫他要去看一下。你看，永远保持这种学习的激情。这个地方能成为才子之乡啊，绝对是有这种好学精神。对好学的这种精神，不断的学习，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，把这种精神我们要唤醒所有的人。我们村明天还在举行这个蜜橘旅台赛，搬一箱橘子就当堂请那个一些专家评选一下的。明天保二争一，目标定了，梦想还是要有的。对，最差第二名保住。我们一家敬一下老孙，你看看。哎，不要敬我们，我们敬您。敬您，敬您，真的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。我们一家都敬您啊，谢谢。欢迎到我们家来做客啊，今天很辛苦的，应该感谢哈，真的应该感谢。